啊？我是那个。那个？蓝色的那个结晶吗？哦，我都有接，哦，我都有用啊，该用的我都用了。我忘记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生意打得好，啊，就偏偏这局来下路，结果就输了。这局来，我们这局来下路就整场就输了，你知道吗？抓人抓不稳，就只有我抓到，我还开啊，结果这局速度超慢。重点是。刚才来在追上去，来了之后，砰砰砰，一直吃我们的吃，现在就很开挂。Death is like the wind.Always by my side. Indeed, a wise choice. A demonstration of superior justice. 这是谁的声音啊？还有双双的热度。哈哈哈！啊，这么重的声音，一听就知道，这是柚子爷爷的声音啊。Indeed, a wise. 我没有这么老过。The rivers will run red. 哦，呵呵呵，你不哈。然后你没那么老，你没那么老。啊，爷爷，你烤肉吗？有啊，我连续烤了三天呢。啊，怎么不揪我？没有啊。怎么不找我？几天都是跟家人，没有跟外人啊。哦，了解。我不止没有找你而已啊，我很多人都没有找啊，就是自己家人考而已啊。所以考三天。上礼拜六日还有礼拜五，还有这礼拜五。哇，考的才真多次啊！礼拜四本来想考啊，我原本是预定礼拜四的，可是因为看台风报道说有礼拜。台风报道说礼拜四会到，所以我就六日先考啊，六日先考，然后礼拜五家人，礼拜五有一批家人回来又考一天，啊，不然原本是预定只要考礼拜四那天就好了。哦，了解。哎，玉玉，考玉，嗯，你要玩那一只，而且你还带治愈。哎，哦，没有，我看错了。我还想说你刚才还带治愈，是圆圈。啊，所以柚子下次要揪一揪吗？哇塞，你揪要去哪里考？对啊，我家是有地方，可是比较远，应该不太合适的。啊。还有善后的问题，还有大家能不能那一天来回，或者是要住谁家的问题。你就不要找那种太远的，那我很麻烦。你说小雨吗？基本上只要过县市的，我都不太会找，欸，除非他们自己有车啦。哦，自己有车好像是橘子啊，对不对，小雨？哎，就说到橘子，怎么最近都没看到橘子？有啊，我每天都，我几乎每天都马上跟他联络。真好，我都联络不到。哎呀，我都联络不到。哇，
对啊，天魔。所以我对面对线先对谁？安全提莫，哎，不是，刚才不是哦。嗯，刚才是、啊。我刚刚吃饭遇到一只劳斯莱斯。劳斯莱斯，真假的？真的啊！我刚刚吃饭吃饱了，去停车场看看了，就是那对面的停车场，就那边，要回来的时候看到一只那个劳斯莱斯。是啊，那么少。啊，这边呢，我厉害，我就看到一台红色的。劳斯莱斯是哪一个厂牌，你知道吗？我顶级跑车。嗯，连我看到他都要畏惧一下。一台2000万的车在你面前，哇！我记得还有富人霸气丢190万，你说不要了，把一台宾士250丢掉，说霸气说不要。250，宾士250啊！你要看是哪一款的啊？是 A Class 还是 E Class？反正是我记得就是有一个富人就霸气说不要啊。哪边新闻吗？对啊，之前的新闻啊。要看他是哪一个车款啊，如果是那种女生在开那种先辈车我才不要，那送我也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不喜欢那种车型啊。你说100多万的250哦？我不是啊，我是说之前新闻有说，有一个富人把190万丢掉，那个价，那些钱都可以买宾士啊。那买宾士也只能买入门款的啊。白痴，拿着100多万去买一台宾士，多浪费啊！你买一台国产的都可以买到最高级的。没料到他们这句那么快来认可。安安，你现在目前有车吗？只有机车，怎么了？没有，我说汽车了。汽车你有没有？没有，目前都是开其他人的啊。对啊，我的有事情我就没什么事，我不会乱开车。那啊，因为乱开车，到时候遇到马路三宝出事，我可受不了。不会的。其实我觉得开车跟骑车都一样啊，你不要怕那种路上三宝，你只要那个停车记录器，然后录下来就好了。可是我讲真的哦，以经济的考量，目前还是开车那个。像我大多也是骑摩托车出门，我都不开车的、啊，很少开了。我也差不多是这样。妈，开一台车出去要停车多难停，然后再加上油钱，妈嘞！
而且如果还有一只三宝，你车停好好的，他会给你一个停不好，然后再撞你的车。是啊，你他妈的，他我那台车你你要撞我还吃亏。现在路上要开那种二三十年的那种国产车，就撞我，我哪受得了？呵，所以你现在在开什么车？可是他大概不太敢撞我、啊，因为我看路上的应该都离我蛮远的，大概有半公尺的距离。四轮会跑的车啊，那什么车？就已经有去找我，算了，我先到处逛逛好了。你要到处逛去哪里？没有啊，就很无聊啊，去都没有人啊。你那里不是一堆人？哎呦，那一堆人都挂网。现在是，可能现在那边。你看，马上就有人了。对。我刚刚想说，我在找是季节模组，然后找到最后就嘎阿西开了一下，有柚子哎。啊！不会吓死人。怎样？现在是我不能叫你，是不是？不能叫我吓到你。是这样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是啊。当然不是这样啊。啊，那是怎样？那是怎样啊？你们慢慢的去跟先解释，我没办法解释。啊！要帮你解释什么？你在说什么东西？你自己讲的、啊。我只是回答他突然叫我吓到而已啊！啊，你说不是这样子，既然说不是这样子，那你去解释啊！柚子也太开心的被吓到了，这样可以吗？嗯，那不是我讲的。啊？不是快，蛮可怕的声音。哪里可怕？刚刚有一个类似那种，电容爆掉、啊。他不会，没关系，还好啊。他根本，他大招开了，不知道意义在哪里。然后我有啊，我们还是可以上。那种声音有点像是那个蚊子被打到的那种声音。哦，电箱爆炸，对啊。会被定，好，然后被定成一层。干，有蘑菇叮你啊！小东很忠诚在你家坚守。哦、oh. ，天过去的时候，小东还不在啊。现在小东回去，小东今天上线。少提我，给我放一个蘑菇。那我去找小东啊。我几个也没有，我还没有玩一手，去找小东啊。嗯。我也去看看好了，搞不好那吸音呢在那边。哇，都跑到那边，哈哈。鱼嘞，我们的烤鱼嘞。
啊。哦，还在。哇靠，衣服领欸，隐身跑不掉。我啊，我果然还是打 support 比较习惯，拯救世界了，下入 support 之神帝王，哎，下入 support 帝王圣。敢上路提我，你他妈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他打到无解。我拎你还差点踩到，衣服你在这边。这没有眼，我真眼。他猜不到你，他猜得到你。
你俩的也能压缩也来。好、玩手机了，妈的！撤！怎么各路都在崩啊？重点在 JG 啊， JG 的那个伊芙琳的 gank 能力太强了，有眼也没用，要放真眼。然后 JG 本身自己也要带扫眼。我就看他接下来怎么回。哇靠！你们那里也是搞太多逼了吧？中路露露就已经死四次了，然后我们这局也死四次，然后我只是送了两颗给提姆而已，而且我吃兵还赢提姆是安哲。哎，现在整场比赛在我们控制之下、啊。
我那时候只能以那个欠扁的口吻去回人家话而已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小雨啊，小雨最嘴了，小雨嘴嘴死他。我指的嘴人是把他的嘴到他主要在呛的，不是，就是我现在呛他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没有来帮，他就一直呛我们雷，我不知道雷三十。你他妈的，你知道我上路多金吗？一下对付这句，一下又要对付其他人。我就看他说这样帮他看他怎么回啊，他也不想，他也懒得回我，不是吗？我就看他继续怎么呛，比呛人功力我平不少，可是比那个评论能力我还是可以的。来，我一次对付好几批啊，我一次对付四。哎、欸，我一次对付五 P 哎，五 P 上来找我哎、欸，超屌！你和他一句，就真的在第一班底数了，哈，我自己一挑四哎、欸，吸血鬼一挑四，除非吸血能力超高。哎、欸，还有什么吸血能力可以增加？超可怕的。然后这区要来上路支援，也不带个扫眼。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看他多嘴啊，没关系，我开直播啊、嗯，看他嘴能嘴成怎样。没有，不用直播。我现在已经在直播了。我就跟你，而且也帮不了。我知道，我自己前地，我看你自己前地，然后这一局不知道。再跳。我懂你们的痛苦。你知道打他妈的三个人打两个。输这么多还敢拿头，佩服！我输那么多了，我都不敢拿头了。很少要呛人了。
你帮上你哪里起了一次作用了？抓抓抓！有没有大？哦，算了，别抓了，错过机会了，错过机会不在乎。干他！干他超强的，他直接一直扛你伤哎。我知道。哦，饭岛我超痛的。我知道啊，好奇难度。为什么饭那么痛？就是全人求解。痛的吧？其实一开始还好。开始就不。干你娘，超痛的。一开始打群的，就像这局一打就不行了。干我吃冰赢提摩欸，会不会太夸张了？那我一直吃冰好了。那我就吃到肥，我就不信我吸血能力会输其他人。不用打呀，那输了。爆。哎，说真的，我在当 support， 我真的很少来呛人，可是我只是有点忍不住而已。没关系啊，你其实你呛下去，小雨就绝对支持，相信我。吵架喽？守不了家，守什么家？我要先想办法增加我的吸血量。看露露跟吸血鬼把吸血哎、欸、把牙叔逼退，这我的伤害到底有多可怕？会。妈的，我不小心抢到头，我不小心捡到头。哦，饭射个两刀我就死了。靠，伊芙琳走，他已经死掉了。连公司都不会拼他点，他妈给我拼错。五十步笑百步啊，这一位。
哎、欸，把这都帮我检举啊！我觉得他等一下应该是把四个字检举 support 讲出来，你觉得吗？可是你出金人到底有什么作用？我没有，我一开始其实只是想防被抓，但后面我就真的懒得想那么多，因为已经输了。不是啊，你不你放、嗯，老实说，你不用直接上金人，你应该先上巫妖或者是那个。没有没有，现在的情况我们不是顺风，我上巫妖一点用都没有。通常这个时候，不然你也可以。我刚刚只专心在呛的这件事情上面。不是你，我知道已经输了。你可以像我一样出正份，增加你自己 W 回血，让小雨回血啊。我不出正份，我是出日轮或者是圣杯这两个比较会出，然后有时候魔国也会出。如果很主要的时候，刚刚其实那个情况是要出日轮的，可是我知道已经输了、啊，我就想要继续出金能，反正也没差。我当时已经被气冲昏脑了。然后上路提我每次都只差那一点点，然后他又拿到一颗 JG 的头，真的无解。哎、欸，鱼进来哦！等我一下，我去倒杯水。我还想说你要上个厕所，然后等上完的那个啊。我懂。嗯，什么东西？我懂你。什么东西？没事。什么？没事，真的没事，真的没事。怎么觉得怪怪的？没有，小雨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没有哪里怪怪的。小雨对不对？你在那边一直小雨对不对？我他妈一听就听出来有鬼了，你在那边。可是重点是小雨没回啊，所以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嗯。雷欧娜厨师欸，超屌！我去，有点想要。厨师联盟大包阿卡。我先不打好了，我现在不太想玩。被气到吗？嗯。我怕现在下去，等下会影响到游戏。好吧，那我、嗯、让我看小雨就好了。我等下可能不会玩啊，我想先休息一下。好啊，那等等赖啦。不一定啊，可能不会玩的。我是说赖呢。赖。然后。不知道，因为我手机在充电。我发现它没电，刚刚没电，现在充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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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了，拜拜。拜，小雨老配合还是雷欧？看你。A demonstration of superior judgment。哇塞，我就被直接被抢走了。看你。人不打，不是重点是还剩 JG， 你要吗 ？JG 我就是给你，我是没关系。JG 你要招信吗？干。All the world on one arrow。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 AD 马尔扎哈的厉害。下路最强，下路 AD 最 AD 型最强的角色马尔扎哈，一飘的都不成问题。马尔扎哈一飘的都不成问题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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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队友无眼了，队友都有攻速啊，那三个攻速猛起来就很可怕了。那我马尔扎哈来一点魔攻啊，然后再来，如果我玩艾希的话，四支物理攻击是要让对面好出装哦。四支物理攻击是要让对面好出装哦，该怕了欸。又是伊芙琳这一局。哎、欸，小雨，拿出神造星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25连杀的造星。哎、欸，对面一个物理耶、欸，没坦克，一物，其余都魔。那好，出装啦！我马尔扎只要出一个深渊就够了。让他们看看何谓传说中最强的你跟我双重配合打法。魔攻基本上就只有我，对面四个，哎、欸，你四个哎、欸，四个魔法哎、欸，你很好出装啊，你只要出一个魔法防御就够了，你还要出一个振奋，增加25%的回血能力，你那个回血会很可怕。你上一个振奋，其他都上吸血装，就直接冲过去了。你要红旗还是蓝石旗？好 ，OK， 那你待在这里，我去站这里。来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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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所有角色里面最欧下路最可怕的就是圣跟那个马尔扎哈的护盾，免疫所有效果。他一直丢那一颗球真的很贱。我上六他们就完蛋了。有有有有啊！很爱追，很爱追，很爱追！我给，我现在都还。他们吓到了，他们以为他们太怕虫子好了，别追太深好了，不然衣服你擦眼也没有。不用不用不用吧，因为我们把他压得死死的。你只要帮我吃一下河蟹，吃死也就好。你来戏，没有。说好的连杀呢？说好的连杀呢 ？AP 啊，突然冒出来，然后上路突然下来更头啊，是更加上路的。又打不过。
哎，吃吃吃，上哦上哦！这一只啊，这一只在草丛啊。我已经很缺魔了，不要再吃我兵好不好？上上上上！碎啦！安安安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我回得了城，不用担心。大家看看什么叫做史上最 OP 的，叫做蟑螂镇的马尔扎。还好这只傻炮真的会玩。上上上上上，你缓速一个，你缓速一个。我刚才遇到小兵哎。对哦，如果没遇到小兵，一定让他死。北七，北七。哎，不要上，不要上，我大。直接把我击飞。很真。等一下。跟那一场差很多吧。
小雨杀他杀他，小雨杀他，真的杀他，要杀他要杀。靠，你直接把他定抢哦。我一个弹出去了啊。定抢屌。定墙背一下哦，我来，我来。半路冲出一个程咬金，吓坏我了。妈的，咋还 AD OP OP？你帮我啊！我现在很远嘞，我现在回城。我等等做一件事情，跟 AD 干一样的事好了。哇，打灯了。小雨上，勒布朗我控制。啊，控。我控制，我有啊。哇，那好好好。哎呀，没沉默到，可惜。你是不是每次这样吓到？有人要去追你了，有人。打他，打他，冲上他！哦，怎么还是你的？怎么还是你的？我太贪心。你帮我吃啊！啊啊！吃！靠！你怎么在吃它？啊！闪现救你！啊，干你还没闪到！对啊！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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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换小蟑螂扛，换小蟑螂扛！你不要再往前冲了啦！看你吃到你自己差点死掉哎、欸！
哎呦，我才出两套装备。干白色，你才出两套，你就去打他。对啊，干死人了，太夸张了。我来，我来。可能应该是说准备了。哎，你下次你要自己吃的时候跟我说不要自己炸，然后叫我去帮你，然后你是自己快死掉了。下次不要自己一批，找我一起，我就不信两批搞不死那个预示者，而且还是蟑螂。欸，我好像还没跟他按第一批打预示者。我上路麻烦了，可是也救不了。可以啊。靠！你怎么抽个几下就死了？我挂了，蛋！好无语的。来抓，来抓，来抓！你怎么想的事情跟我一样？结果是最后 support 的位。support 飞起来也其实也是挺可怕的，治愈量破表。啊，我这地方。你装上好了没？你是看我装到底，不然没有啊，想说你吸血全都上好，蟑螂阵跟八龙阵看谁会比较厉害，敢投降了！投降了！哎，你拿到一次剪，开什么玩笑？玩一次剪，一次剪啊！他就上一次，二十中，对。哎，你自己看上路十杀，重点是他十杀这样，还没有哎。在蓝区，还要打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先到这里吧，我要去吃晚餐好了。好，那么各位再见，小雨，拜拜。